这个短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组队副本。那我们点这个副本的地方，第五个，一二三四五算过来，蓝色这一个，这是两个人以上的组队副本。然后我现在只能打一级的，所以就选第一个。然后绿色这边按下去，它叫你要找两个人以上，然后你就按左边这一个，然后就停留在这个画面，一直等，就不要再按其他的东西了。然后出现这个配对等待，你就按这个右边这个亮亮的接受，然后就会进去。因为这个是 easy 的，所以我就让它挂着就好。我就按 auto， 然后让它自己去打。然后这个要打四分钟，还蛮久的。反正就丢着啦，因为是 easy 的，所以丢着就让它跑就好。
那这样就结束了。那主要拿到的东西就是装备的材料箱，还有那个金币的宝箱，所以这个奖励还蛮不错，所以几乎每天是一定要来打。